是大的。哦，这是汤米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钓鱼爸查米，很久没看到大家了。那现在人在花莲，我要去寻找汤米跟卷仔。也许不会中打龟，但是人都来了，就来试试看吧。OK， Let's go。等等，应该就是要聊醉啊，应该不是不用怀疑啊。这个天气，不冷也不热，但是泡到水里哦，不简单了。聊醉喽，我聊醉了各位，不生意防滑鞋都准备好了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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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我呢，等一下就会拿 Viber， 这个 Viber 虽然小。只要看它小，头超远的、啊，不得了啊！就一个洞一个洞打，然后拿麦的去敲墙壁，然后过了那个缓流就快速收回来吧。这是我的战略。不过通常现实都是很残酷的、啊，这是敲龟，这是大的。哦，这是汤里的。好像是卷啊，拜托拜托，是汤里，拜托来个汤里啊，卷啊，哦哦，终于，哦，爸，又是不对，这个是鲶鱼啊，还真钓了一只鲶鱼啊，哦鱼。终于开张了！好了，这次钓鱼呢，虽然呢没有钓到汤里，不过没关系，下次我会继续努力。Go go！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，拜。